尼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尼米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第一节，彼时祭司头以利亚撒甲伊个兄弟遐个祭司起来起坐羊门，分辨因罪孽。按迄个门市，就是到哈比亚的酒家楼，也到汉南亚的酒家楼，分辨罪孽。接续伊个是亚利多人起坐。接续伊个是因尼的囝撒克起坐。第三节，哈西那遐个囝起来，遐哈西那遐个囝起坐西门，下因的年。按伊个门市，甲伊个说，伊个讲。接续伊个是哈各斯的孙。乌利亚的囝比利伯受利，接续伊的是米士撒伯的孙比利加的囝米苏兰受利，接续伊的是巴纳的囝撒多受利。第五节，接续伊的是希格亚人受利，总是因的贵族无担当因的主的工。第六节，巴西亚的囝亚何亚大甲比苏大的囝米苏兰受利部门，下因的年按伊的门市。甲伊个说，伊个讲，接续伊个是基本人李列提、米伦人亚伦甲基本人，甲上河华个总督所管个米苏巴人受理。第八节，接续伊个是金像哈派亚个囝乌色色受理。接续伊个是最后了个哈纳利亚受理。这个人经过耶路撒冷到快城。这算伊个是管理业撒冷的一半的，互你的囝李法拉受理。这算伊个是哈罗瓦的囝亚大雅伫家己个厝的对面受理。这算伊个是哈三年的囝哈伦受理。哈林的囝马基亚甲巴哈摩亚的囝哈伦受理一段，以及希罗的老十二节。这算伊个是管理业撒冷的一半的哈罗嘿的囝。撒良甲伊遐个查某囝受理。第二位，咱所要看圣经则是记载伫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一节到第十三节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一节，伊所受事个速度有先知，有传福音个，有牧师甲先生，为着要互圣徒交臂来做测验个工，起造基督个身体。第十三节，直到咱正人伫是以及捌上帝囝来合一。构成一个完全的人，到得到基督的充满，来忠心结伴，把上帝话刻入伊咱心内，来展现出他的规矩。今仔日的讲道，王牧师所要讲。